第四题，大黄蜂、蜜蜂、蚊子在同样条件的空气中，何者振翅声声速最要快？我们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，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一样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在像同样条件的空气中，何者振翅声的声速较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一样。